改编一首歌《男人为啥要娶妻》。自从盘古开了天地，女娲娘娘制造男女，太阳从那东边升起，又从那西边落下去。世界万物有了定律，男女分工是不同的，要问男人为什么娶妻，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你。说这男人为啥娶妻，其实这道理是简单的，那是男的生理所需。传宗接代那是必须的，不知我回答的对不对，欢迎各位底下评论，只要你给我点个红心，你这辈子